红日旗，咖啡香，故地香，飘我家园。大家见面又结缘，狗鼻狗鼻和狗鼻，浓浓香，使人情味。你一杯，也我一杯，围绕河北聊一聊，轻谈欢笑。来到爸爸和狗鼻店，生活充实又幸福，饮杯咖啡，醒醒脑。烦闷心情分解了，喝杯可比欧子快给，说话轻松又开怀，海岛心情都富足，生活简单就是福。孟安泰，去看报纸。喂，怎么样？有什么大新闻呢？大新闻就没有啦，有一则新闻很有趣就有啦。什么？怎么有趣法？这个新闻说啊，有对妇女啊，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啊，父亲离开他们，结果呢，母亲生下的女儿就过世了哦。那个女儿啊，父亲啊，就在18年后重遇了。你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很奇妙嘞？简直就是意想不到啦！为什么要认回那个爸爸嘞？哎呀，那个男的是他的亲生爸爸，认回也很正常吧？哎呀，这个男人呐、啊！可以抛弃妻子还有孩子啊，是不值得原谅的，更不应该啊有一个女儿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两个啊始终都是父女。再说啊，那个女儿的母亲啊都已经不在了，这个世界上啊剩下最亲的就只有她的父亲，可能那个女儿啊一直都很想啊找回那个父亲嘞。喂，什么歪理啊，当初啊这个男人啊抛弃妻子还有孩子啊哈，是人种哎。哎，这是人和人之间的缘分，你说北人就北人，何况啊他们是亲情，哎，血浓于水的亲情，哎，你懂吗？我跟你讲啊，如果一个男人啊没有尽过自己做父亲的责任啊，没有资格讲什么亲情，就好像我的事情这样不闻不问呢、啊、更没有资格讲什么是爱情。喂，你说到哪里去啊哈，你说我不闻不问、啊、你是我妹，你是那个女儿的父亲妹，你又知道那女儿的父亲啊啊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你做人呢可不可以啊，不要啊只是看到你所看到的事情呢就去做判断可以吗？我现在讲你妹哈，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。哦，你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的妹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没有，我的脚一大上踩到我还没踩、又做什么啊？我被大山踩到脚都要断了。哎，奇怪，小辣椒说去弄头发，怎么弄那么久还没回来了、应该差不多要回来了吧。 Hello， 嗨，我回来了。喂，哎呀，你去那么久，哇，你换新的发型啊？哇，这发型我好喜欢哦。真真隔壁老朱梦这样看着我，不好看啊？哦，好看，好看啊！你去剪头发，难怪去那么久。是哎，好开心啊！啊，怎么这么熟悉啊？好像在哪里见过啊？隔壁老，你在这里怎么？哦，没有啊，哦，看到你换了发型之后，我给我一种又熟悉又亲切的感觉。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我们不是每人在隔壁两间咯。哦，不是，我是说这种记忆哦，绝对不是最近的事情，
应该是十多二十年前的。我没有哦，我换了一个发型罢了哦，竟然唤起你十几二十年的记忆，有没有再夸张一点？就是咯，我怎么想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你。天啦，不讲了，我去忙我东西先。啊。去睡觉。哎，隔壁老啊，你呀、啊、和表姐吵架、啊，就不要那么迟睡啊，对身体不好啊。你又想说什么哇、哦？你要睡就去睡啦，我看完杂志自然就会睡的啦。给啦，晚安啊。哎，姑姑，你还没有睡啊？哎呀，差不多了的啦，你还要拿东西给隔壁老咯。给啦，晚安啦、啊。嗯。喂，包租婆，你有东西要给我咩？你上次大扫除啊，你留了一本相簿哦，在我的房间里，一直忘记拿给你，趁现在记得哦，就拿给你咯。哦，是我以前的照片，我还以为不见了，听，原来在你这边。哎，早点睡啊。哦，晚安了。嗯。是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分手哦？我不想了。你不想？您说分手？我的父母反对我们在一起，他们觉得你穷，给不到未来和幸福我。你就是因为他们反对，所以你就要放弃我们这段感情啊？我不想的，可是我没有的选择。他们是我的父母，你忘记我。去找一个更值得你爱的女人吧。你记得要比我幸福。晴晴，晴晴，晴晴啊，晴晴！为什么两个明明相爱的人却不能够在一起？为什么我这么爱晴晴啊？他的父母要把我们分开，就是因为我没有钱，我就不能够爱晴晴。就因为我没有钱，我就没有资格拥有爱情。既然是这样，我活在这个世上有什么用？我不如去死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死。你不能够死。晴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为什么要去死？你都不要我了，我没有了你，我跟一个死人有什么分别？我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，我不可以让你自暴自弃。我现在只是一个被你抛弃的人啊！你既然都要跟我分手，你为什么要管我？我不要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不要这样伤害自己，晴晴，你为什么还这么关心我的？因为我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。那我们不要分开了，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了，晴晴。也许在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了。或许你会觉得我很残忍，但是我却没有办法不离开。和你在一起的日子，我真的很快乐。这也是为何我一次又一次的，不管父母反对，也要和你在一起。或许吧，父母看到我对你的决心，也更决心的要将我和你分开。他们逼我到外国读书，我没有的选择。否则，他们就不认我这个女儿。我真的很爱你，只是这份爱却来得不是时候，只能留在我和你心中，一辈子想念。婷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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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为什么又要离开我？我在信上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？你既然要离开，那你昨天晚上又跟我……我舍不得你，我也想让你知道我是真的很爱你，所以甘心为你付出一切，包括我自己。你……我真的不能不走，你知道的，我已经无能为力了。他们始终是我的父母。晴晴啊，你不要记得我了，把我狠狠忘记，或许你会更好过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再见了。晴晴啊，晴晴，晴。青青，啊，青青，你啊，是你啊，小辣椒，对不起。隔壁老，你这么还在问跟表姐吵架的事情不开心啊？可能对你来讲，我只是小孩子啦。不过感情东西我还是懂一点的。像如果你觉得有需要找人谈谈的话，你就是找我谈啊。喂，你这么最近一直在看着我，难道我换了发型真的这样不好看啊？喂，不是，你发型很好看，小辣椒，我想问你哦，你今年几岁啊？我19了，怎么？19年前，那不是我跟晴晴在一起的时候。怎么了？是咯，还有，你妈妈是谁？我妈妈不是阿娟哦，你又不是不懂，怎么这样问呢？对哦，你妈妈是阿娟哦，那就是说你不是青青的女儿，也不是我的女儿了。什么青？什么女儿？你要跟表姐求情，以后给她生一个女儿？不是不是，我在想其他的事情。你是真的没有事情才好啊，最近是奇奇怪怪这样的。没事啊。真的没有事，这样我去工作的咯。你去啦。什么？哎，姑姑，表姐回来啦。我先进去睡觉。以前听人家说啊，女人是很小气的，我都不相信啊。自从你们俩吵架过后啊，我就真的相信了。我看啊，表姐这次啊，真的气到爆了的。隔壁啦，你有牌收咯。哎呀，这是他们两个的事，让他们自己两个处理就好了。哎呀，我们不要八卦啊。包志鹏，你手上拿什么信啊？啊，是你们两个的，好像是医院寄来的。医院？然后妈咪，这上次我们去做那个健康检查的报告啊。是耶是耶，真的是报告来的。哎呀，可是那些英文那么轻，我看不懂嘞。哎 ，James， 你帮我看一下。哎，娟姐啊，你的血型是 A 型，小辣椒是 O 型，那他的老爸是 O 型咯？啊 ，Choi， 什么老爸？我都没有老公。你没有老公？那小辣椒，他的爸爸是谁哦？啊，原来小辣椒是你的私生女啊！哎，很可怜的，连爸爸是谁都不知道。哎，你笑什么啊？我笑你们很好笑咯。哎呦，我们很 out 呢，我们接受不到啊你跟小辣椒爸爸的关系咯。哎 ，OK 吧？哎呀，我跟你们说啦，其实啊，小辣椒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怎么可能？他每次都叫你妈咪妈咪这样叫哎，如果不是亲生女儿，那可以这样叫我。哎呀，怎么没有可能？我啊，身材那么好，而且那么年轻，有一个年纪那么大的女儿，你们不觉得很夸张吗？是啦，是有一点夸张啦。啊，不过啊，可能是你十多岁被人家搞大肚子嘞。哎呀，我老实跟你们说吧，其实啊，小辣椒是我姐姐的亲生女儿。我姐姐啊，
生小辣椒之后没多久就遇到了车祸过世啦。我们家里的父母也死得早，也没有其他的亲人。我看小辣椒她无依无靠的，所以啊，她从小就跟着我相依为命哦。后来啊，她上学都看到周围的那些同学啊，都叫着妈妈妈妈。她又没有妈妈，我看她那么可怜，我就让她叫我妈妈啦。哦，原来你不是阿俊的亲生女儿。不是啊，叫你们没有问，我们没有讲哦。喂，哎呦，口水汪，吓死人呗！哎呦，喂，这么鬼哦。没有东西做啊，那鸡蛋放来放去，放来放去，这样子好玩的，无聊。我以为两粒鸡蛋都不一样的嘛。哈，神经病！哎，幸好我上厕所啊，不然你放下，放进嘴巴里面也不知道。哎，口水汪，我有事情要问你。问我？没问题，有我啊，天资聪明，才高八斗，聪明绝顶，一定可以回答到你的问题。讲啊。知道了。哎，我啊，有一个。朋友的朋友哦。哦，朋友的朋友。哎呀，你做梦，我那个朋友的朋友啊，我们不熟的哈，不熟的，我只是帮忙问一下。哦，那什么事情呢？就是那个朋友的朋友咯。啊，他哦最近怀疑一个女生哦是他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可是又不懂是不是哦。啊，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啊切，为什么事情哦？哎呀，现在医学科学这么先进，你不是去验那 DNA 咯？医院啊，谁是你祖宗十八代都清楚到完啊。啊，对哦， DNA， 哈，我可以去验 DNA 吗？怎么没有想到呢？我？哦，你的？哦，不是，那个朋友的朋友的吗？哦，刚才不是跟你讲了吗？不熟悉了吗？没有事情了哦。没有了。要走着我上厕所啦。就是在看你做什么咯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我在找之前弄不进的戒指咯，找一找去了找不到。哎呦，最近啊很倒霉耶，不是东西不进就是运气不好。师妹，你最近很倒霉啊？是啊，最近衰神啊，应该是跟着我。啊哇，那真的是不得了咯。这么不得了？啊，你最近在我茶水档帮忙吗？是不是？啊，你运气不好哦，那不是影响到我茶水档的生意咯。啊，是哦，这怎么办嘞？哎，还是我看我最近不要来茶水档帮忙了，比较好啊。啊，那不用。哦，要我生意好哦，我自然会有办法的啦。什么办法？之前哦有一个风水师傅哦，他教我，只要哦。我们一人哦，把一根头发出来嘞，然后哦放在一个红包里面，这个红包啊放在茶水档的东南方向哦，就会改变风水，招了很多生意的了。哦，头发哦。啊，对了。有效的嘞。有。哎呀，反正你运气不好嘛，既然有这个方法，不试试一下咯？可能我茶水档的生意好了之后哦，你的运气更就好嘞。嗯，也有道理哦。好了，那我拔啊。来，这边坐啊，这边有位置啊。那我拔哈。那啊，现在呢，我把两根头发放在红包里面啊。啊，想喝点什么？咖啡两杯啊。啊，哎，隔壁佬，咖啡两杯啊，这张桌子。哦。啊，小辣椒、哦、啊，你帮我放在里面啊、哦、啊，来了，哦，哪里啊？啊，这边啊，哦，来。
惨了，啊，最近真的是走衰运了，这样都破坏了隔壁老的阵法，给他知道一定生气死了，啊，不管了，死就死了。放好了吗？啊，放好了，放好了。啊，谢谢啊。啊，不用不用啊，我出去帮忙先呢。啊，好好。啊，累死人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隔壁老哎。哎呀，鬼妹，那隔壁老出去一整天都没有回来做，做死我们了。哎，可能隔壁老有东西做嘞。可能隔壁老啊，一整个下午出去想办法挽留表姐嘞。哎，隔壁老回来了。我先进去睡觉了。哎，隔壁老，整个下午哦，你去了哪里？是咯，你的茶水间忙到我三头六臂啊，都忙不过来啊，我真搞不懂你平时怎么做的。哎呀，人家 pro 的嘛，你羡慕不来的啦。是说你咩？鸡婆。哎，说真的啦，隔壁老，你整个下午去了哪里呀、啊？哦，我下午约了一个朋友吃饭啊，一时忘了看时间啊，不好意思啊 ，James。哎呀，累得要死哦，不跟你们讲啦，我先进去休息一下。哎呦，我回房间上午吧。嗯，我去洗澡。哎，我要去开大。哎呀，不要跟我抢啊！哇，恶心得要死，幸好我吃饱了啊。哎呀，吃饱睡一睡，身体健康的身体好，又到时间讲拜拜啦。啊，小辣椒，你有没有想过嘞？什么？哦，就是如果给你有一个爸爸哦，你希望和他一起做什么嘞？如果给我有爸爸，我希望可以跟他吃一次早餐，那我就很心满意足了。哦，就这么简单啊？嗯，幸福本来就很简单啊，不需要很有钱，也不需要要求些什么，只要可以跟最爱的亲人吃一次早餐，那就是一种幸福了。你的 DNA 报告结果显示两条头发的相似程度接近99%，那也就是说绝对是近亲的 DNA。 医生啊，这两条头发的关系是不是可能代表两个人就是父女啊？这个可能性和 DNA 结果一样，高达99%的可能。小辣椒啊，隔壁老一整天去哪里哦？没有看到他的。隔壁老啊，我也不懂哦。他早上只是跟我们讲去睡一下啦，结果睡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哎哎，你们有没有发觉哈、哦？最近隔壁老有点奇怪嘞。有吗？我倒没有觉得他有奇怪啊。哎，隔壁老，你一整天去哪里哦？哎，等我。怎么了？没事情吧？没有啊，小辣椒，你怎么哭？我想看报纸。看报纸？喂，干嘛隔壁来这么？哎呀，你们不觉得很大问题吗？啊？我刚才就是要跟你们说啊，我觉得他最近的情绪有点怪怪的。你看他刚才啊说看报纸，结果那个报纸拿倒反啊，他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啊。啊，他平时不是最冷静的那个吗？怎么现在搞到这样哦？我看啊，八成都是因为表姐的事情。喂，分手嘞，谁还可以那么冷静？我看他一定是要扮冷静，可是又扮不到哦，所以不是这样咯。嗯。喂，怎么你们一两个看看我？哎，表姐，哎，
到底哦，你跟隔壁老是怎样的啊？什么我怎样？你问他到底还想怎样？不是哦，听说是你先讲分手的嘞。我看隔壁老一定是打击太大，所以才会搞到这样子。表姐，说真的啦，你到底想不想跟隔壁老复合？哎呀，我看了模样啊，简直是想要复合啦，可是他又拉不下面子 say sorry 哦。什么鬼？现在啊，是他自己没有体谅他这些女朋友啊，哈，应该道歉的是他，我什么都不会做的。哎，两个人相爱，要搞得那么辛苦吗？哎呦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哦的爱情哦，真的是不是很明白啊？哎呦，他们还年轻呢。白山啊，我有一个 idea。什么？那现在呢？表姐呢又放不下面子啦，然后隔壁老呢又以为表姐啊还生她的气，所以她不敢挽回咯。所以啊，我在想啊，如果我们其中一个去暗示隔壁老，然后呢给他有这个勇气来跟表姐道歉的话，那他又心里面那么在乎表姐，到最后啊他还是会认错的。咦，你这个 idea 我当然我还没不在，我还没有跳不掉。喂，我是我啦，我们要派谁去哦？哎呦，你们不要搞我哈！哎呦，你们这些年轻人的爱情哦，我不会怎样跟你们讲啊！更何况叫我去暗示别人而已，你不要搞我。是的，是的。然后我呢，我也出了 idea 了，我不可能呢还要出手出脚的去 make it work 的吗？哎，我跟隔壁老又不是很熟，更何况我这样笨哦，我不会暗示的嘞。那，我跟隔壁老交情不深哦，你们知道的哦。所以。我们回来了啊！啊，怎么这么迟啊？你们吃饱了吗？没有，不吃饭了，我想回房睡觉。包租婆啊，你今天下午不是说你房间有一些旧的衣服想捐出去的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全部一起去你的房间帮你收拾啦！好啊！哎呀，口水王，来，一起帮忙！是啦，口水王，多个人多双手啊！哎呦，包租婆的衣服哦，捐出来都没有人要啊！帮忙什么嘞？收拾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叫你帮忙就帮忙啊！讲那么多，你不帮忙的话哦，我加你房租。那就是咯，苦水旺，一起来帮忙啊！走啦，走，出去，喂，走啊！这个社会哦，真的没有人权的哦！喂，哎呀呀，我自己进来，哎呀呀，喂。隔壁老啊。哎，小辣椒。剩下哪一个啊？我有点话要跟你讲。好啊，来这边坐。我也是有话要跟你讲的。啊，是啊，叫你先讲啊。我觉得嘞，我应该以后要对你好一点。对我好一点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你最近来我茶水当帮忙了嘛，啊，而且哦，你又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就好像这个子女一样啦，啊，而且我这个叔叔的是不是啊，应该啊多疼爱你一点呢，那我也没事啊。我先回房睡觉了哈。晚安。忘记表姐的事情听。表姐，刚才你不是要暗示隔壁老挽回我的吗？你又懂了。你不要管我，怎么懂的啦？他怎样说？我没有跟他讲哎，只是他讲以后要对我好一点啦。什么？你没有问到他，可是他讲以后要对你好一点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过他就是一个快要进房啊，我都还来不及跟他暗示。什么？哎呀，这个隔壁老啊，跟他
刚跟我分手，他就跟另外一个女孩子讲要对他好一点，他到底是当我是什么啊？是不是这样的，表姐？他哎呀，我跟你说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啊！不用讲了，不用了。Hello, everybody! 哎，上次你不是说要吃那个福建面的啊？等一下我们放工，我带你去吃啊！啊，真的、啊？我想试很久了哎。是哦。喂，你们在看什么？你看。干嘛？挖地而已吗？你看那边更恐怖啊！看来阿娟很快跟隔壁佬亲上加亲咯。什么危险？什么亲上加亲？就是说隔壁佬要追小辣椒，追！哎呀，你要表姐发神经呢！不可以了、哎哎！小辣椒，小心！不了了！哎呀，拖地这么危险，还是不要拖了啊！啊！我叫你泡果皮啊，上次你不是说啊要学这个泡果干的？啊，真的、啊？你要教我啊？嗯。那首先呢，要泡一个好喝的果皮啊，它的水温一定不可以太高啊，要不然呢会影响它的口感的。还有啊，泡果干哦，大概要放三汤匙的这个巧克力粉，这样才好喝啊。幸好你跟我讲，不然我都不知道。还有啊，那个水温哦，一定要维持啊，70到80度之间的。受不了了！表姐，你在这里哦。过不了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怎么这样大声？喂，要到底去哪里哦？喂。表姐啊，终于忍不住要求复合了。哎，你说狗屁佬这样子做，是不是被表姐要跟他复合啊？啊，表姐做梦啊！喂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哎呀，还是拜你所赐。我？你管我什么事哦？哎呦，你真的是后知后觉啊！后知后觉？小辣椒，我跟你讲，以后啊，最好跟狗屁佬啊保持距离。保持距离？喂，你是真的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？狗屁佬苏甘露啊！狗屁佬喜欢我？你可能，哎呀，以我包租婆看人看了那么多年的经验哦，一看那个狗病佬哦，就知道啊，他对你，黑塔嘛，不会啦，狗病佬应该当我是小侄女这样而已啊，我跟他年龄差那么大，不会的，你看啊，狗病佬这几天啊都对表姐不闻不问，然后对你那么的好。难道你感觉不到吗？可是你们刚刚才不是讲隔壁佬放不下表姐吗？哎呦，都说你啊不了解男人哦，一个男人哦要放下一个女人哦，只要一个想法就可以把那个女人给放下，可是一个女人哦要放下一个男人，千千万个想法就是放不下咯。哎呀，总而言之啊，你啊就跟隔壁佬保持一点距离，大家一起工作，我也不希望以后大家见面呢会尴尬，知道吗？哦。你到底想怎样？什么？我想怎么样哦？你想怎么样？你拉我出来的哦。我跟你分手，你没有挽留我，你的心里啊，到底还有没有我的？哎，我看啊，我应该跟你说清楚的吧。说清楚，我们之间呢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啦。为什么？我因为我们之间多了一个人哦。我们之间多了一个人，多了一个人，那个人是谁？那个人是不是小辣椒？对不起啊，喂，口水汪啊，哎，你在哪里啊？哎，你赶快过来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公园，哎呀，快点过来啦，我
我要你帮我看着表姐啊，快点啦啊！又跟我讲在公园，找来找去都找不到的。哎呀，那个表姐也是，到底去了哪里啊？在街上又找不到她哦。哎，这两个人吵架关我什么事呢？哎，搞到我有觉都没有得睡。哎，男人不是一个好东西。表姐的声音哦。为了一个女人不要我。啊，表姐哦，阿拉妈，表姐，哎呀，你怎么在这里的？这里是街上来的，啊，你还喝醉了啊？君安，哎呦，好心哦，我带你回去了啊，哎呀，我不要回家，我要喝酒。你都喝到这样醉还喝酒，来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不要来。你不陪我喝，我不要回去。你陪我喝，我才回去。来，不能，不能，来，君总啊！隔壁老，你和表姐怎样了？是咯，听口水王说哦，你们两个分手了啊，真的。哦，你们都知道了。没错，我是和表姐分手了。我和表姐分手，都是因为一个人。隔壁老，你不可以这样子啦！表姐啊，这样好，那你可以追她的。我和表姐分手，都是因为你啊！哎呀，隔壁老，你是脑袋有问题啊？小辣椒啊，想你足足20年呐、啊，你竟然想打主意？喂，隔壁老，人家可以做你的女儿了，好心你那不要搞人家啦。是咯，这次我也不帮你啊。喂喂喂，你们想到哪里去啦？哎，又是你说的，你呀、啊、是因为小辣椒，所以才和表姐分手的。我是和表姐分手，可是我没有要搞小辣椒哦。哼，如果你不是因为要搞小辣椒，你为什么因为她跟表姐分手啊？哎呀，那是因为哦，因为怎么样怎么样，说不出来了吧？你这个变态老干女楼啊，你分明啊就是想搞万年恋。哎呦，你们都误会啦，其实哎呀，其实其实什么，其实小辣椒是我的女儿啊。女儿？哎呀，隔壁老，你要搞万年恋哦，都没有这样夸张啊，现在竟然说小辣椒是你女儿啊。哎呀，我没有骗你们的，是因为小辣椒的母亲晴晴是我的初恋情人，那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了关系，然后他的父母又反对我们在一起，就把晴晴送到外国去了。这样也不代表小辣椒是你的女儿，小辣椒的妈妈可以跟别人生小辣椒的吗？哎呀，我也是这样想，所以呢我就拿了小辣椒的头发呢跟我的头发去做这个 DNA 检验，结果出来啊，那个医生告诉我我们的吻合度啊只有亲人才可以有的。哎，对，头发是那个在茶水间里长放进荷包袋可以转运的头发啊。对对对。哎呀哎呀，不是啦，搞错了，那两根啊是我的头发来的。因为那一天啊我不小心弄掉了那个红包，头发又不见了哦，我怕你骂我，所以就拿自己两根头发来代替咯。哎呀，我老实跟大家说吧，其实当初我姐跟你分手之后出国没多久就认识了小辣椒的爸爸，他们在一起没多久就怀孕有了小辣椒。小辣椒啊出事没多久之后啊，他们就遇到了交通意外过世了。我是亲眼看到我姐姐怀孕生下小辣椒的，所以隔壁老啊，小辣椒并不是你女儿啊。啊，那我不是白了一个大乌龙？哎呀，隔壁老，虽然是乌龙，可是我还是会把你当叔叔一样看待的。小辣椒，我也会把你当是亲生女儿看待，因为你是亲亲的女儿。哎呀，结果表姐。好
小姐。啊，你没有骂人的神游即可。哎呀，我。最难熬。你是每一次我不开心的时候都陪着我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。啊！可惜我都卖不出，到现在都没有女人要我了。如果我没有人要，那我就要你。不要！哎，不如这样子啦，啊，我口水王追回你啊！我追你，你有面子一点吗 ？OK， 来，来 ，OK， 干杯！干杯！哦，来来来来来啊，嗯嗯，吃快了，嗯 ，thank you 啊 ，OK， 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迟到了哈，我迟到了。哎呀，小辣椒，你的手要这样握，这样才可以拉高一点嘛，你看。喂，你们太过分了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表姐，什么事啊，这样大声？你看我们做什么？你们在做什么啊？就泡咖啡而已啊。是啊，表姐你还好吧？我一点都不好，我昨天刚刚跟他分手，他今天就抱着一个女孩子哈，这个女孩子还真的小孩20岁，那你想怎样？是不是我不够年轻，不够漂亮？表姐，我看你哦，和我们一样啊，都误会了咖啡佬。误会？表姐，我们都误会他啦。其实呢，咖啡佬啊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以为小辣椒是很。女儿？是啦，隔壁啦，以为小辣椒是他的女儿，所以他。他们不是情人啊？不是啦。啊！什么？热女儿？喂，还不快点过去！快点过去，过去，过去 ，Go Go！表表，表表，对不起啊，你原谅我啦，表表。什么？什么对不起？我开始以为小辣椒是我的女儿嘛，我知道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的，所以呢，我才跟你说分手。对不起喽。你呀、啊，你又没有问我，你哪里懂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？你难道不知道我最接受不了就是和你分手吗？而且啊，你又没有挽留我。那意思是说我还有机会了？哎呀，你放手，你放手，你放手啊！我没有说我原谅你啊。我不管你有没有原谅我，总而言之呢，我就是不会放手。哎呀，哇，你放手，你放手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，你走开。你不原谅我就不放手。哎呀，我真的没有你办法啦！啦，下次你再这样对我的话，你看。还有下次咩？不敢啦。正常多。Hello, everybody！ 哇，这么大叔的话你要送给谁？是啊，到底要送给谁的？喂，从来都不知道你可以那么浪漫的嘞。我要送给一个。你们都认识的人，我本来就很浪漫的啦。啊，这世界上要找一个又浪漫又帅的人，已经很难找了啦。哎呦，好像你那讲上去都不讲，到底送给谁？送给你要对我很好，很好，很好的。这个当然啦。你以后啊，不可以再对我这样子啊，知不知道？遵命。雨破天晴了啦，就是咯，你们两个本来就是喜欢对方的嘛，就应该在一起。哎，幸好没有因为我毁掉你们两个的缘分呢。你们，口水王，我们已经好了，谢谢你啊，昨天陪了我一个晚上。啊，口水王，谢谢你这么有义气帮我照顾表姐啊。哎，口水王，
你这个花要送给谁的？哦，他说送给我们认识的人哦。哦，哇，那会是谁呀？送给我啊？还是我？送给啊，包租婆，对，包租婆。啊？送给我的？哎呦，这么人家好死送花给我，哎呦，什么日子哦？没有啦，以后拜山的时候，就不用再浪费钱哦。错，哈，你做我什么呢？以后嘛。好了好了，在表姐跟狗碧老又一起了，我们应该庆祝一番，吃一大餐好不好？洪水王，你是不是？洪水王，请客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我傅志坚在爸爸隔壁家美食饰演包租公，我在这新年里呢，恭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出入平安，万事如意，最重要的是招财进宝。哎，还有，大家要继续收看爸爸隔壁家，恭喜恭喜。